掩耳盗铃。古时候，有个人看见了别人家门前的铃铛非常精致，敲出的声音也非常悦耳动听，于是他就想把那个铃铛偷回来，放在自己的家里。可是，如果直接去偷的话，铃儿会发出响声，主人听见了，一定会把它捉住。怎么办呢？他在家里想了很长时间，终于想出了一个好办法。把自己的耳朵捂起来，就听不见声音了，就可以把铃铛拿回来了。他高兴极了。于是，他捂上自己的耳朵，悄悄地向挂在门口的铃铛摸去，果然自己没有听见铃响。可是，房子的主人早听见了，出来两个家丁，一看他正在偷门口的铃铛呢，于是一齐上去把他抓了起来。故事中的盗铃者以为捂上自己的耳朵，别人也会听不见声音。这种做法只是在自欺欺人。所以，真正能成为伟大人物的人，他们都不自欺，也不欺骗别人。只有这样，才能成为一个顶天立地的人物。